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正在通过博士网收看辩论赛直播的网民朋友们，大家好！这里即将举行的是第九届海峡两岸大学生辩论赛决赛第二场，本场比赛将决出本次比赛的冠亚军。那么比赛开始之前，我先为大家介绍担任本次比赛的评委：财团法人消费者文教基金会董事黄怡腾先生，欢迎您。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李顿先生，欢迎您。公民监督国会联盟执行长何中勋先生，欢迎您。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何锡章先生，欢迎您。中华知识生产力协会荣誉理事长陈余志先生，欢迎您。中国演讲与口才协会副会长蔡顺华先生，欢迎您。一首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系副教授肖红金先生，欢迎您。福建教育电视台台长高级编辑孙杰敏先生，欢迎您。接下来我们来认识双方辩手，他们将进行自我介绍。首先请正方郑州大学代表队进行自我介绍，有请。传道授业解惑，身在三尺讲坛，因材施教圣人言，思尽如春蚕。聚焦一流大学，关注社会发展，是非成败尽笑谈，但求风采显。相遇相识相知，历经苦辣酸甜，初见时难别亦难，相逢一生缘。正大携手是心，再奏流水高山，浅浅海峡作琴弦，余音响九天。辩论恒久远，友谊永流传。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四年级王可，文学院四年级刘永真，夏思国际学院四年级胡松岩，历史学院研究生一年级李梦竹，代表郑州大学向在场的各位问上午好。下面请反方世新大学代表队做自我介绍，有请。大家好，我是口语传播学系的李伟，很开心能站在这里，谢谢。在座各位你们好，同样来自口语传播学系，我叫陈继勇。大家好，唯一一个不是来自于口语传播学系而是社会心理学系的尤雅倩，大家好。仍然是口语传播学系的张振兴，在此问候在场各位。好，谢谢。这场比赛的辩题呢，可以说跟在座的各位学者、教授、学子们息息相关。从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之后呢，在中国大陆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息过。而今年4月，更是因为原北京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徐志宏先生的一句断言“中国目前没有世界一流大学”而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那么，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我们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呢？我们来听听双方同学的高见。正方的观点是，一流大学教师质量重于生源质量。反方的观点是，一流大学生源质量重于教师质量。那么辩论的第一个环节由双方的一辩进行陈词，时间是3分半。首先有请正方一辩王可，有请。谢主席再次问候大家。1938年，在那个历史动荡、风雨飘摇的年代中，北大、清华、南开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其师资精英荟萃，人才济济。正是有了傅斯年、程寅恪等数十位诲人不倦的学术大师，才构建了当时著名的一流大学，才谱写了联大弦歌不串的华美乐章。
今天我们双方都是怀有一个美好希望，就是有更多的大学可以跻身一流的行列。但是需要明确的是，今天我们判断何者更重的标准，就在于看是教师质量和生源质量哪一个对于构建和发展一流大学的贡献更大。首先，从判断一流大学的标准来看，国际公认的大学排行是根据 SCIEI 论文引用量作为衡量标准，这就是在一个硬性指标上突出了教师质量的重要性。教师拥有更多的学术信息，突出了教师质量非常的重要，具备更多的学术能力，使他们成为了一流大学的中坚力量。他们完美地推动了科研的突破力、发展力和创新力，他们成就了一所一流大学的学术之大。其次，从大学功能来看，古语有云，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一流的学科和专业是培养一流人才的基础。拥有卓越的学术队伍和科研团队组成的教师团体，是一流大学存在和发展的绝对必要保证。尤其是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年轻的一流大学可以在激烈的竞争当中脱颖而出又异军突起，为什么一些老牌的一流大学能够经过数百年的风雨沧桑保持青春活力而又风骨不改，他们本质核心的共性特征到底在哪里呢？近100年前，西南联大的校长梅启就已经给出了我们答案。他曾说，所谓大学者，非为有大楼也，有大师之谓也。教师之于大学，是一个较为稳定和长期的群体，而生源却不然。流动性、面向社会性，使其必然不能承受大学精神的主导力量。像剑桥大学首位女校长艾丽森，务实简单使得剑桥踏实从容；像蔡元培的洒脱大气，让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就是教师力量的体现，这便是一个大学的精神和理念。一所大学可能有很多故事，但是慢慢随着我们的离开，都会被时光消磨。但是记在我们心中和校训上的永恒镌刻，难道不正是教师们的心和血、悲和喜吗？教师这个职业之所以伟大和崇高，不是在于让优秀者更优秀，而是让平凡者不平凡。我们相信，当优秀的教师聚于一方，构建凤凰和鸣、梧桐成林的一流大学，将不再只是一个梦想。谢谢大家。好，感谢正方一辩，下面请反方一辩李伟发言。大家好，一流大学即是指符合国家的补助标准以及社会公认具有高品质的大专院校，像在大陆就有985、211的评选方式，而在台湾也有卓越大学和顶尖大学的筛选机制。新华词典对于质量的定义是指事物的优劣好坏，大学老师的优劣好坏可以从历年的教学评鉴、研究成果以及文凭等等方向进行品质上面的评估，而一个学生呢，则可以从他的学习状况来评断质量的好坏，像是拥有较好的资质，或是认真的态度，亦或是努力付出的程度等等。从事实层面来看，大学高校往往对于学生质量的要求远重于教师质量的要求。就好像前几天才刚发生的新闻，知名的大陆高校北京大学以及清华大学纷纷宣称他们拥有70%以及60%的高中状元报考该校。除此，我们发现各个大专院校都以追求到全国最优质的学生作为他们主要的一个目标。再比方说，本校世新大学已经连续5年荣获卓越教学奖，依靠的正是本校对于高品质的学生高度的重视。像是上学期，本校就拥有180位来自大陆非常优秀的同学，而我方二辩也是马来西亚籍的同学，靠的正是他幽默可爱的质询方式，还有他优异的在校成绩，才能远渡重洋来到台湾就读。
如果世新大学不是那么重视学生的品质，那又何必辛辛苦苦从海外网罗各地的优秀学生，而不是放宽标准，滥竽充数呢？事实上，一流大学在重视生源质量的情形底下，可以为大学带来三个主要的好处。第一个是教师的自我实现，遇到品质好的同学，能在教学上一展长才，看到学生的成长，也提升自己的成就感，在之后的教学上也更有热忱以及热忱为学生付出。第二是师生间的教学相长，一个质量不如其他人的老师，更需要高质量的同学，因为透过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可以提升自信，并且达到双方的自我成长。第三是同侪间的相互提升，像是陈之凡就在《剑河倒影》书中说到啊，剑桥大学的学生常常自发性的组成读书团队，来自不同学院、不同专业的同学，自定主题，彼此探讨各种议题，透过切磋研讨，这种知识的分享以及对谈，增进了彼此对于议题的了解，也增进了学问的广度及深度。对于一流大学来讲，谁来念往往比谁来教更为重要。假设今天有一名高中生面临了要选择 A 大学还是 B 大学的冲突时，一所大学标榜着有着高学历的老师，而另一所大学则标榜着各地的精英都将前往就读，相比之下，后者的说服力即将更大，因为生源的考量是更加广泛的标准。于是我们发现生源质量是更重要的教学质量。好，时间到，请停止发言，谢谢。开篇立论，双方就已经针锋相对。那么接下来是第二阶段质询阶段，首先请正方二辩刘永真进行质询，有请。张辩你好。你好，各位好。你果然很可爱。谢谢。好，今天您方认为啊，一流大学的生源质量要重于教师质量，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我们的一流大学应该要招收一流的生源？对啊，应该要招收一流的生源。那我这里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对方辩友，你觉得何谓一流生源？这么说好了，一流生源最公平的评判标准就是他们的考试成绩，也就是说，就大陆而言，指的是高考成绩在状元水准的，就应该进清大、北大，是大概是这个样子。哦，大概是这个样子，我能跟您进一步去探讨一下吗？可以啊。比如说今天有一个人成绩很好，就比如说他通过了他的高考成绩很好，在台湾他的联考成绩很好，那是不是证明他就是一流的生源？基本上是这个样子。但是对方辩友，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的道德品质很高，但是他成绩可能很一般，你觉得他是不是一流的生源？对方辩友，所以我方知道一流要从个人的学业成绩，也要看道德品质，可是就一般现况制度而言，一般去衡量一个学生是否是一流的最公平的标准就是靠考试。对方辩友不对，因为我们知道呀，哈佛大学他拒绝了很多中国的高考状元，可是啊，他却录取了今年汶川大地震上的一个志愿者，说明这个志愿者他品质很高。对于哈佛大学来说，他们也认为他是一流大学。段同学，您一流生源，您误会了，您误会了。我方意思不是说一流大学就只招收成绩好、品性不好的人，我方只是告诉大家，现况下制度最公平衡量如何评断一个人是不是一流生源的最重要是靠考试标准。好，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嘛。我也知道我们世新大学的校训啊，它是首脑并用，也就是说如果今天啊有一个学生他的成绩也不太好，但是他的品德也还一般，但是啊他社会实践操作能力很强，你觉得他是不是一流的生源？他是一流学生呀。可是对方辩友，你又告诉我说，今天比较公平的理论标准应该是要看成绩。因为就那个学生而言，对方辩友，谁让我说完一下吗？谢谢您。可是啊，我在说出了道德品质以后，说出了社会实践操作能力以后，你又说我们也要把这两样因素考虑进来呀。可是对方辩友，今天我就不太知道。我们世新大学考试啊，不单纯只是纸本考试，只要凡是牵扯到需要技术含量，也需要做技术考试哦。比方说，想念广播系的，就需要录广播录。也好，社会实践能力也好，都不能完全都是好。时间到，请双方都停止发言，谢谢。谢谢大家。下面请反方二辩陈继勇进行质询，有请。
再次问候在场各位，对方同学你好。你好。既然到冠亚赛，我们不谈一些很复杂的逻辑概念，我们简单交流一下我们对教育的理念，好不好？好啊。您觉得啊，如果我说一流大学是靠学生跟教师共同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你应该不会反对吧？我不反对。不反对。既然两者是共同努力才有办法达到目标，那你觉得教师跟学生的关系究竟是应该彼此竞争看谁更重要，还是应该彼此合作，在教学过程当中彼此相长呢？对啊，教学相长。应该要教学相长嘛。很显然在两者都是必要条件的状况之下，我们必须以更宏观的判断标准来探讨今天的辩题。不对，张辩友，虽然是教学相长，能让我再补充一句吗？嗯，但是就目前而言，在教学关系当中，仍然是教师。没有，您帮他补充可以留在。教师占主导。您帮他补充可以留在小节。我现在是想请问你一些轻松的问题。好。你觉得一个教授啊，他不投入其他经济产业，他投入教育这个职业，你觉得他心里面真正想图的是一份差事的薪水跟私利，还是想要以成就高水平的莘莘学子为自己的理想跟抱负呢？其实不仅仅是高学准的莘莘学子、是在于他还想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当中做出更大的贡献呀。因为一流大学他还有学术研究的功能嘛。至少他最重要的其中一个任务是要把学生教好，希望青出于蓝胜于蓝，春风化雨，没错吧？不对，没有什么最重要不重要，教师要提高自身才有资格，才有资本去教授学生。我简单这么问你好，你觉得教授会不会以这个为抱负之一？之一，我同意。会嘛。那换个角度问你，既然我们了解到教授心里是这么想的，那身为同学的我们啊，是不是该以精进自己的学习成果为最主要目标，来回馈教授对我们的无私奉献呢？所以教授学生都很重要，知音不能证明重义。对对对，所以我们要精进自己学习成果嘛，对不对？对。那换个立场问你，你觉得社会大众对于所一流大学的期待啊，究竟是期待他为我们介绍他里面很有名的教授，还是期待他真正培育出了有利于社会长远发展的顶尖人才呢？时间不多了，我稍微来回答一下对方辩友的问题。我的时间真的不多了，是，其实对方辩友，您今天是我们的学生进入到学校以后，已经经过学生、经过老师的教导，这样一个共同合力的成果，来跟我论证是生源质量重于教师质量，是不公平的。所以，其实教育最重要的目标是要让优秀人才。好，谢谢您，谢谢大家发言，谢谢大家。接下来请正方三辩胡松岩进行质询，有请。好，谢谢主席，有请对方辩友。对方辩友你好。你好。请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啊，我们先不看教授知识，我们看创造知识，这大学研究这一部分啊，一所一流的大学是不是一定要有一流的科研成果和高精尖的学术成果？基本上是这样子，没有错。是的，好，这一点跟我们方达成共识啊。那我请问啊，一所一流的大学这高精尖的科研成果和一流的学术成果是由谁来主导的？由学生用不用功来主导。哦，由学生来主导的。是。那为什么世界上全世界有400名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没有一个是学生，全是大学教师或者是教授呢？老实说这个问题很奇怪，学生如果变成教授才有办法让自己有资格去获得诺贝尔奖，他才有这个知识嘛。好，很简单，您说是学生来主导的，诺贝尔奖不给主导的人，却给了不主导的人，您说这是不是诺贝尔奖在瞎发奖啊？对方辩友，当然不是啊。对方辩友，这道理很简单了、啊。我今天是学生，我的知识还不足，我跟我的教授学习了之后，我靠着我自己的努力。如果说今天学生不够努力，他未来他也不可能得到诺贝尔奖，不是吗？对方辩友，现在知识您学生还不够，您就成了主导了，还能拿诺贝尔奖，这不是有点跟您的说法不相矛盾、啊？好，对方辩友，我解释给你听，为什么学生是主导？如果说今天学生分成用功不用功两种类型，就分两种二分法好了。好如果说今天学生不用功，我能打断一下吗？我说的是研究创造知识，不是学生学习知识，这是大学的两样功能，都要没有，不要混淆好吗？都没有，学习知识，知识充足才能创造知识，我方认为两者都是一样的。如果今天一个不用功的学生，他最后未来能够得到诺贝尔奖吗？根本不可能、啊、我明白了。其实啊，你已经回答我们了，教师才是主导，不是学生，你已经互相矛盾了。我没有这样子回答您，帮大家都有下一个问题好不 好, 好, 好如果要保持一所一流大学的品牌长远良好的发展，它主要是不是要靠您方所说的招收优质的生源呢？
对，就像北大跟清大，他们都向外面标榜说他们拥有七成六成的状元，那就是说，今天一所学校只要招收优质资源，明天就成为一流大学了，是不是？当然不是，今天讨论谁者更胜于何者，而不是讨论一者有而一者没有。对，一所一流大学品牌要良好的发展，需要声誉。而声誉来自于良好的教师对他们教育，我们才能把学生培养出来推向社会。让我说完好吗？我方不能推向社会，大家觉得人才好才觉得学校很好，归根到底是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了。关键在于我方没有时间到，时间到，谢谢谢谢。下面请反方三辩尤雅倩进行质询，有请。庄淼你好。高淼你好，高淼在一辩的时候告诉我们两个判断标准是大学一流大学的判断标准，其一为要稳定长远发展，对不对？我们的判断标准是说呀，是教师质量和生源质量对于我们一流大学长远发展啊贡献力哪一个大。好，所以就是要稳定长远发展嘛，如果是一流大学的话，是不是？是。那我想请问了，那对方没有按照您方观点的话，如果有一流的品质好的老师，这个大学是不是就能稳定长远发展？我们今天没有说重教师质量就不要学生质量，我们只是说教师质量比学生。我知道我没有要你取一者，我是说如果这样子的话，是不是拥有一流好老师的话就比较能够长远发展。我已经说过了，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啊。好，如果有好的老师怎么不会有好的学生来呢？听我讲一个例子，在台湾在台湾有两所大学，一所叫做兴国大学，一所叫做致远大学，您方知道吗？孤陋寡闻，由您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吧。不怪你不知道，因为在台湾也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两所大学。这两所大学之所以大家不知道的原因，不好意思在这边冒犯他们一下，是因为他们虽然有一流的老师，可是他们却招收不到学生，后来现在学校面临要倒闭的命运。对方辩友可不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呢？首先对方辩友这不是一流的大学啊，其次啊我们反过来看一看好不好，一所大学只有一流优质的学生，没有优秀的老师，能不能成为一流大学呢？对方辩友没有回答我方问题，我方要你解释看看这样的情况，您方没有办法解释，只说他不是一流大学，我就跟你说他不是一流大学，可是他原因是什么？原因就在于他没有优秀的学生嘛。我再想请问对方没有，对方没有，你另外一个判断标准是告诉我们大家说，何者如果可以教师跟学生何者可以跟学校更有贡献的话，那么那更有贡献的话，那么就是要选择更重于何者，对不对？这是您方一辩所说的。对。好，那对方没有，您方应该知道。美国赫赫有名的耶鲁大学跟哈佛大学吧？对。对啊，没有，你知不知道美国的耶鲁大学跟哈佛大学，他们很多共同的教育课程是由谁来教？但是我知道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说过了，由谁来教？对啊，没有，让我说好吗？对啊，没有，让我说一次，就一次。哦，好。哎，这个校长说过呀，我们一个大学一流大学啊，主要看他大学的教师综合声誉能吸引来好的学生，而综合声誉是优质生教师的最佳。让你讲了六秒了，你告诉我由谁来教？有老师。有没有错？他们都是有很多未毕业的研究生来教，所以老师并不是这么重要的。时间到，谢谢。质询之后，由正反双方各派一名选手呢进行小结，先从正方开始，时间是两分半，有请。的学生呢，说明他有教授的能力，生乎无前，其闻道先乎无无，就从而师之，这不是证明了教师质量很重要吗？其次，对方没有提到的台湾的两所大学，到底是因为没有优秀的生源，还是因为在台湾学生太少，学校太多呢？这是去年决赛的辩题啊，对方辩友。对方辩友，今天啊，其实的你的立论当中有三点值得斟酌的地方。第一啊，就是对方辩友告诉我说，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其实是教师重要还是生源更重要？其实讨论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今天我们有一流大学四个字放在前面，注定了我们要在这个特殊的语境中去探讨辩题，所以今天我们应该是说教师质量、生源质量哪一个因素更有利于它的构建和发展，才是我们今天的题中之一啊，对方没有。第二点，对方没有告诉我说，学生啊，他有资质比较好和资质比较差，质量比较好和质量比较差的一个分别。其实就我内心来说，我真的不愿意去区分学生的好坏，我觉得学生的好坏不应该被区分，也不应该被作为门槛。今天按照对方辩友的理论推而论之，是不是资质比较差的学生，他就应该被高等教育所抛弃呢？但是反之，
教师的质量关乎重大，它关乎一个学生、一所学校、一所社会的命运关忧。一所资质乏陈的教师资队伍的学校，它是不是能够实现它的教育理想呢？第三，对方辩友今天告诉我说呀，好的生源可以吸引到好的教师，但是我就不明白了，一所大师云集的学校，人人向往，高山仰之，怎么就不能够吸引来好的生源了？其次，生源资质差有什么关系？放在好的教师手中，难道就不能化腐朽为神奇吗？第四，其实今天啊，就目前来看，我们看要从立足于现在看未来。就目前来看，教学关系中是教师占主导。俗语说得好，火车跑得快不快，全凭车头带。现在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想和大家分享一句话：大学缺少的到底是什么？大学真的不在于拥有多少得诺贝尔奖的人，或者是为政坛输送了多少政要，它缺少的是掌声，是一堂激烈的、热烈的、精彩的课而引发的持久而热烈的掌声。当有一天我白发苍苍回到学校的时候，我希望我还依然能够记过我的教师，记得他们一步一步教我这个并不完美的学生。好，时间到，请停止发言，谢谢各位。接下来请反方进行小结，有请。在座各位大家好，今天在打一场辩论比赛的时候，不能只情绪化的单拉价值，也要实事求是，看看现况的状况长什么样子，才有办法实事求是的去讨论。先来讨论看看现在大学到底为什么我们今天讨论的不是高中，不是国中，不是初中，不是小学，而是大学。大学特殊之处就在于它不是基本教育，它是一种比较像是高知识分子教育，比较算是精英分子的教育。所以说，如果说今天你一个人不念大学，我不会说你是蠢材，因为每个人天生我材必有用，你可以出社会，甚至你可以去念职业学校也没有关系。可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题目是在大学的时候要认清几个关键。第一个关键是大学它既然为精英教育，第一个很重要关键是学校要得到政府补助的时候，它的资源分配就会有限。在我方一辩立论的时候就有告诉大家，一个一流的大学的判断标准就在于政府愿不愿意补助，另外一个判断标准就是社会的声望品质。那在这第一个点当中，要怎么样可以有一个判断标准来公平的分配这些资源呢？难不成我们要看的是这一所大学有没有一流的老师吗？还是应该要看的是这一所大学有没有一流的学生？国家愿不愿意砸钱在这些学生的身上，为让这些学生可以为我们国家做出贡献，不是吗？对方辩友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把人当成蠢材，我们要把人当成每个人都有潜质，每个人都有天分，要看他的道德。可是我方告诉大家，我方并不这么认为，因为大学它不是一个基础教育，它更不是一个道德教育，它是一个求知识、学习更高技能的地方。所以对方辩友，我方不是说老师的职责就是并不是说如果天才我才教，不是天才我就不教，而是我方要告诉大家，大学有其他特殊性，不是说每一个人来了我都想教，不然怎么会有人说过老师最大的梦想就是集天下英才而教之，而不是集天下蠢才而教之呢？这不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吗？而且再告诉大家，为什么对方辩友告诉我们说，对方辩友告诉我们说，如果说学生的品学要注重的不是学生的品质，而是要注重老师的品质。可是对方辩友，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您方如何解释志远大学跟新国大学例子呢？您方又怎么解释哈佛大学为什么他们却是用研究生来教授共同课程，而不是由一流的老师来教授共同的课程呢？所以就在这边比较的时候，就可以很明白的发现，对方辩友的判断标准其实没有在建立在现实生活状况下。好，时间到，请停止发言，谢谢。谢谢。接下来是自由辩论，双方的时间均为四分钟，先从正方开始，有请。对方没有说我们理感性，其实您更感性，因为您去到了两个字，那就是一流。今天我们讨论的是一流大学吗？请教对方辩友，您刚才说到了英才和蠢才，您告诉我们这个场上究竟谁是英才，谁是蠢才吗？我方谈的确实是一流大学，因为如果一流大学不需要为生源品质担忧的话，为什么香港大学近几年每天要踌躇怎么样才能够招收到更好的学生呢？对方辩友啊，今天啊，您方区分不出来谁是英才，谁是蠢才，又如何重生源质量呢？所以对方辩友，澳门大学他们采取的是用高奖励的方式来吸引更多的学生来投入澳门大学。请问这种大选难道做错了吗？
不要激动嘛，对不对？难道今天我们考的高分的人就是英才，考的低分的人就是蠢才吗？说一所一流大学吧，哈佛大学的前校长柯南特就曾经说过，大学的荣誉不在于他有多少的校舍，不在于他有多少的学生，而在于他有一代一代优秀的教师啊。对方没有错了，这些硬体设施很重要，否则当初比尔盖茨他在选择念大学的时候，他考虑的是什么？对方没有知道，他考虑的是不是有一流的设备、一流的电脑设备，而后来选择念哈佛，为什么不是考虑有没有一流的老师呢？当然是考虑有一流的老师了，哈佛的老师难道不著名吗？而且对方辩友，您刚今天谈的根本不是一流大学，因为您刚才在一辩词当中说众多高校抢生源，请问这里的众多高校是一流大学吗？对方辩友，比尔盖茨他没有考虑一流老师，老师都曾经跟比尔盖茨说过，真的很抱歉，我觉得我没有什么知识可以教授你，你可能要自己多去努力，这还不就是学生应该更重于老师的体现吗？对方辩友，您错了，您这个里面谈到了生源质量和教师质量吗？您是在说一个一流大学的其他硬件设施啊？让我们来看一看台湾的一个事例吧。在2004年，台湾出台了一个建设一流大学及顶尖设备的这个计划，希望呢我们在10年之内能至少产生一所大学跻身于一流世界一流的行列。但是这里边包括了经费，包括了设置，包括了一流教师及待遇，却没有提到生源，让您解释一下吧。所以对方辩友，这些学生在挑选学校的时候，既考虑了设备，既考虑了师资，也考虑到了这个学校在社会上面的评价。那你怎么告诉我说这个师资就是绝对的高于学生的品质呢？好呀，对方辩友啊，今天啊，学生可以挑学校，学校也可以挑老师啊。学校挑老师的时候是不是严格把关，为教好来挑我这个学校的学生负责任呢？今天请问对方辩友了，香港科技大学校长朱金武曾经说过，一流大学就是要有一流的教师才能教出一流的学生来，这又如何解释呢？可是台湾大学教务长也曾经说过，台湾有许多大学就是生源质量一直没有办法被确定，导致他们在教学过程当中的教学品质一直没有办法被突破。您方要怎么解释呢？那是因为生源少的问题呀、啊。刚才我已经说过了，这是去年决赛的辩题呀、啊，对方辩友。对方辩友，所以对方辩友，你们去年决赛还讲过一句话，叫做孔子集3000弟子，但是最后只教出72贤人，这不就是一定要集天下英才教之，才有最后的好学生出来吗？那是因为3000弟子就从了一个老师，那就是孔子，这不是说明了教师的稀缺，教师的重要吗？对方辩友，至圣先师孔子还曾经说过，烂泥扶不上墙，朽木不可雕也呢。那对方辩友，学生质量不重要吗？请问您方好了，一流大学教授在教学过程之中，应该是满足私利为目标，还是成就更胜自己的学者为目标呢？刚才我方二辩可也已经说过了，一流的老师也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啊！我倒想请问对方辩友，在公辩当中提到了一个精英主义的问题，我想请问对方辩友，大众教育的明天又该何去何从呢？所以我方今天谈的不只是就事实层面究竟何者更重，我方要谈的是一种对大学教育的态度。请教您方，身为大学生的我们，如果教师品质真的比较重要的话，我们是每天要期待老师要多认真一点，还是时时刻刻警惕自己要多努力一点呢？是因为我们要期待一个老师能够因材施教，也许这个学生不是一个全面的人才，但是他有某一方面非常的突出，我就要培养他，让他在这个领域熠熠闪光嘛。所以要特别的突出这一点，难道不是在重视学生本身的质量吗？当然不是了，你提价值，你只要优秀的学生，你说培养人才培养人才，你要的是一棵果树上的一个苹果，但是你就不讲是怎么种出来的，你又不捉虫，又不浇水，又不施肥，就是要一个苹果，你说光要结果不管过程，你这能实践操作吗？不谈种苹果，谈如何培育出更优质的大学生好不好呢？如果今天教师品质真的比较重要的话，您方告诉大家为什么每个教授都会觉得说应该要集天下英才教之，会有这种想法呢？集天下英才教之是每一个教授的希望，可是天下英才有多少呢？即使资质不好的学生到了我的手中，我也会尽我的心力去培养他，让他成为英才呀。今天对方没有偷换的辩题，他告诉我们的其实是培养优秀人才应该更重教师质量还是生源质量？难道一所大学的存在只在于为社会输送人才吗？对方辩友，我方刚刚就说过，连至圣先师都说朽木不可雕也了，现在还有至圣先师可以教吗？再请问对方辩友，社会大众该期待一流大学不断累积名气，还是多培养出顶尖人才，为社会做出整体贡献呢？对方辩友，顶尖人才是学生自己努力和教师教授的合力呀。对方辩友，我想请问你，如果更重生源质量而不重视师资建设，后果何去？
后果或许是天涯何处无学校，何必要把一流找，本来数量就不多，何况质量还不好。既然您方承认是两者合力才能够一流大，才能够成就一流大学的一流，那您方透过什么判断标准告诉大家老师的贡献必然更大？因为我们看到一个一流大学不仅要培养一流的人才，它更要在科研领域、学术领域以及社会担当等方面都有突出的贡献吗？你只谈培养人才，这个人才还是二者合力的结果，如何论证您方观点吗？按照您方这样的说法，您方依旧没有办法举出一个具体的判断标准告诉大家，为什么对您方而言贡献，只要是老师有多做一些研究，老师是主导地位，就等同于他在教师过程当中是更重于学生的呢？我们标准已经很明白了，是贡献更大嘛。大学有两样功能，一是创造知识，一是传授知识。传授知识还是人才啊和老师的合力，但是创造知识是我们教师为主导，我们教师是决定者，哪一个更重要不言自明吧。对，方便，我大学四年级毕业的时候才写了一篇学术论文，这个我难道不叫做创作知识吗？对方辩友，大学有两种功能，一种传授知识，一种是创造知识。其实今天您无非向我们论证，我们要有一颗好的种子，可是好的种子把它丢进土里，它就能够长成丰硕的大树吗？也它有可能自生，也有可能自灭呀。对方辩友，把种子丢进土里的确不会长成大树，可是如果没有这颗种子也如何长成大树？所以对方辩友，不要讨论鸡生蛋蛋生鸡，应该要讨论现在事实上状况，到底学校是如何运作，他们到底是更重于学生的品质还是更重于老师的品质呢？当然是教师的品质啊。谢谢大家。对方辩友，那如果按照这样子的话，澳门大学这样子亚洲的一流大学，为什么他要提出高额的奖金去揽取学生，而不是提出高额奖金去揽取一流老师呢？不只是澳门大学，香港大学也做了同样的事情。请问澳门和香港大学难道都不是一流大学了吗？如果教师质量真的比生源质量来更重要的话，那早前中大陆最顶尖的两所大学，北京大学跟清华大学，何必为了谁招收到更多状元而伤和气呢？以春风与人，以夏雨与人，春风化雨是老师教学的终极目标，然而这终极目标是要靠学生达成还教师达成呢？如果教师可以达成的话，那么兴国大学跟致远大学为什么还会倒闭呢？好，反方时间也到了，最后是总结陈词，先请反方四辩张正新进行总结，有请。各位好，其实我在来两岸杯之前，我就已经稍微重感冒了一点，所以刚刚稍微有点咳嗽，很对大家感到非常抱歉。那其实今天这场比赛稍微整理一下整场的状况，其实今天正方辩友，从头到尾其实他们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今天的辩论比赛重点要强调的是什么，叫做生源的品质和所谓的教师的品质到底何者重于何者，所以重于这两个字是我们今天真正要去探讨的判断的标准。但是今天正方辩友从头到尾告诉大家是什么，今天正方辩友告诉大家其实举了很多伟人讲过的话，然后告诉大家很多现在是确实发生的事情，只告诉大家一件事，叫做说只要有老师的存在，他就可以给学生更好的教育，可以教导学生。但是问题是我们谁不知道，我们从小受到教育就是希望老师来教育我们的。但是问题是当我们上了大学，当我们上了一流顶尖的学校的时候，我们所需要受到的教育难道是那个要质量非常非常好的一群老师给予我们的教育，这才是我们真的要去追求的吗？其实不是。事实上我们不断告诉大家的事情就是，对于一个一流的顶尖大学来说，学生的品质、学生的质量如果可以更好的话，事实上在这个学校里面所受到的教育，他所能享受到的设备，他所能享受到的资源，事实上他可以更妥善的运用，他可以更努力，比别人更加的勤奋，他可以获得到的教育，他会可以获得到的资讯会比别人多出更多。所以事实上当我们这一群学生，这一群优良的学生进入到一流的大学的时候，他不再需要的是那个很非常优良的老师，而他需要的事情是更多的设备，更好的学校的环境。所以事实上第二点，今天正方辩友要告诉大家说，这些老师因为他有比较好的研究能力以及研究的这些成果，所以才会塑造成一个大学的一个好的质量。但是问题是今天对方辩友这个叫导果为因啊，因为说因为这些老师他是身为研究者，所以他必须创作研究，所以他今天研究是他身为研究者的创作，而不是他身为老师的创作嘛。你身为一个老师，他应该有的创作是什么？是应该要作育英才，要为国家、为社会做出创造更好的一些未来的社会的
精英的投入嘛。所以事实上我们今天讨论的不会是他研究成果有多好，或者研究成果有多多，而是要去讨论他到底能不能够让这些学生变得更好，变成未来国家的精英嘛。所以是，然后第三点要告诉大家的事情是，事实上我们为什么要举出新国和致远这样的管理学院，因为今天正方并有告诉大家，一个学校只要有一流的师资，他就可以成为他的这个所谓的他的名片，能够推销这个大学。但是事实上在台湾有很多大学就算有良好的师资，他也不一定能够让这所学校继续生存，因为他没有良好的学生，因为没有良好的学生没有办法让学生投入社会，所以这个学校未来永远都不会有发展。所以我们告诉大家的事情是，在外国常春藤名校，很多学校他们给予大学生的老师，他们不是真正的教授，真正的副教授，而是那些研究生。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学生他们有足够好的品质，他们可以真正去做到自己想该做的事情，他们可以学习到自己该学到的知识。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的事情非常非常简单，就是所谓集天下英才而教之，这个老师他自己的本身质量有没有达到顶尖其实不是重点，真正的重点是这个老师他要能够发掘这些学生的潜力，他必须要能够知道这些学生真正的专长何在，然后能够发掘他这些东西，让他能够真正投入社会，会成为未来国家的栋梁。所以今天老师的品质不是重点，而是能不能够让这些学生发挥到最好才是重点。所以我们才会认为，对于任何一个学校而言，你学生他的本身的品质，学生的自己的质量，才会是成为一个学校是否能够长远发展的重要关键。所以我们告诉大家非常非常多的例子，比方说比尔盖茨，他在外国的学校里面，他自己没有找老师念书，但是他却后来变成了世界首富。比方说我们说台大有很多的学生，他们其实并没有获得真正良好的师资，那些老师他发给他的功课，其实上课的时候没有非常多讲太多的话，但是事实上他们可以做到最好，他们未来成为了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些政治人物，以及非常重要的公众人物。所以我们知道事情非常简单，我们就是要告诉大家，因为有这些英才，所以才能够让学校真正变得更加一流。好，时间到，请停止发言，谢谢。最后，请正方四辩李梦竹进行总结，有请。谢谢主席，大家好。首先友情提示一下对方四辩，如果您感冒了，一定要对症下药哟。就像我们为什么今天穷尽大陆和台湾都找不出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就是因为我们的大学教育出现了问题。这个问题在于哪儿？难道是因为我们大陆的学生不够勤奋，台湾的学生不够刻苦吗？当然不是，是因为我们缺乏一流的教师质量嘛。然后让我们来看一看对方今天犯的两个错误。首先呢，您在您的立论中犯了一个放大、一个夸大、一个放小的问题。首先，您无限夸大了今天的辩题前面"一流大学"四个字，您把它夸大成大学。我在自由辩中指出来，但您始终没有意识到哦。第二个，您就犯了一个缩小的问题，就是一所一流大学，它不仅有培养英才的作用，还有社会责任，有科研贡献。就算我们不提谈后两者，只谈你所关心的切身于我们自己学生的这一面，培养人才好了。我们今天打一个简单的比方，我们要创建一所一流大学，是不是要好像在一片果园子中找到一棵最能产出最甜美果实的那个树呢？而优质的生源就好比一颗种子，它很好，而优秀的老师就好像一个勤劳的园丁，如果没有园丁的辛勤灌溉和培养，种子再好怕也结不出最甜美的果实吗？再来看看对方辩友今天来讨论的生源质量如何判断的问题。您在刚开始告诉我们，哎，一个考试可以判断一个学生究竟是不是好的生源，您又要告诉我们老师可以集天下之英才教之，您又看到了孔老夫子说朽木不可雕也。但是我们知道，一个真正的好的教师，他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玉不琢不成器，如果缺少一个好的琢玉者，他是不可能将一块璞玉变成美玉。而同样的，如果我们拥有好的教师资源，我们就可以把烂树根变成精美的根雕吗？其实说到这里，我们谈论一流大学的创建究竟是要判断生源质量更重要，还是教师资源更重要，这让我想起了，就在今年的7月10日，我亲爱的母校郑州大学迎来了合校10周年的庆典。在整个庆典的过程中，我有感于这10年来源源不断输入我们学校的优质的生源，但是我更感慨这10年之中我们教师队伍的壮大和教师素质的提高。因为我们知道，任何一所有志于创建一所一流大学的这样一个高校，它都必须有这样一个信念，就是让我可以拥有天下比较好的老师，拥有强大的学科力量，这样才能对广大的学生形成一种全面的吸引，告诉他们你来这里我们可以给你更好的。反之，如果按照对方辩友您的观点，是的，
我们把所有的英才都集在一块儿，告诉他们，哎，你们在一块儿互相学习吧。那这是不是相当于一个优秀高中毕业生的一个夏令营？哎，你们自行切磋就行了。大学，一流大学这个前提又被你们放在了哪里呢？今天我们来探讨一流大学师资质量和教员生源质量哪一个更重要，其实就是要放下一种对生源质量的苛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一个学生都有他的不完美，我们身上都是有瑕疵的玉，但是我们想变成美玉怎么办？我们要找一个有精美雕工的工匠吗？那就是我们一流大学中最好的生源。如果我们今天在讨论这样一个辩题的时候，仅仅把我局限在一个不是很优质生源的这样一个范围内来讨论的话，我想也许我们今天根本站不在这里，没法进行下一步的讨论。所以在这里边，我提醒对方辩友，我们一定要在一流大学的建设和保持中不断地放下自己的身段，秉持我们百年来对教师的那一份尊重，而少了一份对学生的苛责，而这样我们才能圆一个一流大学的美梦。谢谢。好，感谢正方四辩。温家宝总理曾经说过，一所好的大学一定要有独立的思想，自由的表达。但我想，如果现在中国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当中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只要我们做到这两点，不管在师资还是在生源上，也许中国的大学要跻身世界一流也是指日可待的。那么在此，我们再次感谢辩论的双方同学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辩论。本场比赛到此结束。